是啊，结果柯震东在台剧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一改痞痞帅帅的模样，成为纯情大男孩，苦追大姐姐徐伟宁，不过却因为大姐姐罹患乳癌而退却。手术前，我会在这里等你。如果你还愿意爱我，来找我。到底是有什么好选择的啊？你那时候就应该紧紧的抱住他，给他勇气。你们男人就是他妈的不懂爱，超级自私。你能想象他那时候有多脆弱、多无助、多惶恐吗？然后你叫他死了，我怎么办？要是我中途受不了放弃他怎么办？我有来，我真的有来，但我就不敢下来嘛，我就不敢。没关系的，还会好啊。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，老天爷怎么可能让她好起来？等她好起来，我先跟她讲。家不要给你爱，说话真的不行。说话结果，他看完最终回入戏很深的，在 Instagram po 文。不少人也大赞凯凯在戏中很帅，却有 IG 友 at 他之后写下，从少女时代到现在保持容颜，真的是柯震东和王大陆傻傻分不清楚，让他忍不住 at 王大陆，有人找你哦。我根本没有赢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的敌人弃权了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不要生气了，等到小布车哥哥载你回成功看海了。